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六月二十号哦，旧历的五月十三，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驾机车无小心去推撞到一台违规停车的小货车，正常的目睭却让货车后面一公分粗的铁条直接插落去，可能会来失明哦。广府水资处讲要来补助双溪乡民接自来水管线的费用，讲一户一万，但这个自来水的主管线一条就要几啊万，这补助根本就无够用。这几天哦，天气热冰冰，就连农场内面的动物嘛，让日头晒到冻袂掉。农场的主人哦，是赶紧提出这冰淇淋甲冰夹，让动物来消暑清凉一下。好，来乡亲，这新闻的首先哦，来关心这台小货车哦，就因为这乌白停车哦，造成一名才二十五岁女性哦，这正病的目睭可能会来看无。原来哦，就是这名女性骑机车的民众哦，无注意看路，结果人甲机车就直接往这个货车甲撞落。那会知影会这样歹运哦？这货车顶端哦，有一条这一公分粗的这铁条，就安尼哦，直接插入去伊的这目睭内面哦，紧急为昏迷送来抢救。不过这个目睭里哦，视网膜的神经甲肌肉拢已经受损，恐惊会有失明的危险。救护车紧急将患者送入来急诊室，医生透过电脑断层片发现，大约一公分粗的铁条就插伫正蕊目睭内面，好佳哉无去伤到眼球。不过医生讲，眼球无受伤，无代表视力未去受到影响，因为周边的神经甲肌肉拢受到伤害，就算甲铁条摕出来，拢无伤到眼球，患者视力恐惊嘛会严重受到影响。车祸之后的时候，有一根小铁条刺入患者右边的眼睛。那被送到我们急诊的时候，人是清醒的，那心跳血压稳定。那在右侧眼窝有一根大概有一根铁条，眼球本身应该是完整的啊，但是因为肌肉神经的损伤，所以将被送至开刀房进行清创手术。那我们预估这一个患者未来有失明的可能。医方表示，这名女性患者是对园林转过来，因为半暝骑机车无注意去弄到小货车，货车道顶端的铁条就直接插入去目睭内面，好佳哉无去伤到大脑。转来抢救的时阵意识清楚，性命状况稳定，只是正蕊的目睭恐惊会失明。大众新闻台是梁中华采访报道。过来要来看，讲这个山西乡的自来水普及率哦，会使讲是咱彰化县上界低。县府水资处哦，因此就来推出这个新措施哦，补助无增这自来水的住户，讲一户一万块啦。不过问题来啊哦，那是在厝内底无自来水供线经过，民众阁爱加开几啊万来装这个主供线，和民众是怨叹哦，讲这补助是看会到，吃袂到。山西乡全乡自来水的普及率无到七成，真侪民众希望会使牵自来水，但是主要自来水管无经过，民众根本无能力负担几落万以上的牵管费用，只好长期抽地下水，甚至买水来用，生活品质真歹。啊，即马地下水也袂食哩咯，地下水嫌洗衫咯，洗便所咯嘛，唔用嘛袂食哩。所以恁感觉无自来水真方便？即马无自来水袂用个啦。卖公家连水山都袂用的咯。补助水啊，你砍落开几啊万嘛，要怎啊砍？你都袂砍哩。哦，你内底行，即卖我砍咱长礼拜啊，来到这礼拜啊，佫拄只也无配，啊无配，即卖佫新配，着佫设计哦，开诚侪钱啊。啊，你补助水啊。有
光复今年度将补助山西乡民一户一万块，总计500万申请自来水的住户接供。不过厝头前若无先牵自来水管，安尼措施嘛是微中不足。第四年吼，内底有10户吼，10户懵懵的，按有8户要牵啦吼，一个户还佫开20000吼，所以吼嘛无人要牵啦吼，政府补助10000块。租金无租着啊，吼！一门口口有讲的开几百块啊，1-2000块，就算我牵，甲因内底无讲的吼，还佫开20000块。所以大家佮无意向要牵啊，吼！请吼，咱官府单位吼，会当讲讲，啊是自来水厂吼，门口口会当讲乌啊搞。官府的自来水住户接管补助申请期限是到7月31号截止。对偏远无自来水管的居民来讲，就算想要申请，负担嘛是真大，帮助有限。大中华新闻淡武青山西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哦，这个住在河北定欧来历的刘安琪，早年开吊车赚钱哦，有这心脏病，又搁带着这个尿毒的镜头。不过为着照顾这中风的爸爸甲3名囡仔哦，是甲伊的妈妈靠着家团的青草地配方，伫路边来摆摊做生意。全兴工业区入口观音大寺庙前有一家青草地店。头家刘安琪早年是开吊车，但是为了患心脏病，尿毒症了后，身体袂堪，只好靠着厝内组团的青草地配方，维持一家6口的生活。这青草地拢组团的经营，然后现在甘草、之前啊，足侪项的，这几下从药草都控草5-6点钟都控开，拢无参糖的。刘安琪家己身体无好，爸爸最近阁中风，3个囡仔要饲，叶妈妈帮忙煮青草茶。刘安琪就骑着3轮车到路边摆摊。心脏这是算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啊。尤其这可能是食药啊，食伤侪，食到都挡袂牢，在咧洗药剂。我阁有3个囡仔，一个中学老爸，一个老母。所以讲厝诶，拢靠公母阿咧发落。最近因老爸老英禄，我那中风，原本啊变老命，去咧做收银，趁一寡来到维持家庭诶生活。最近中风嘛无法度，完全无法度吼。家己都一寡祖先诶厝园吼，创一寡青草啊地安尼吼，伫外口加减卖，加减收了一寡补贴安尼吼。我希望讲，甲因到关心到协助者安尼。刘安琪的青草地甘甜之脆大，伊嘛真感谢出入的司机佮民众来交关。面对经济动荡，伊更加是自立自强，愿意捧场伊的青草地，对伊来讲是上好的鼓励。伊讲会靠着组团的青草地，坚强面对困难的生活。多彰化新闻台青河美采访报道。国内这米虫移植大厂哦，是捐赠这超过200万的这骨板和奖品授团，希望会当提供予弱势团体未来使用哦。广告了后，马上登来新闻现场。将打造成为全国直销第一品牌，师资一流，设备专业，用心培养技职顶尖人才。今年面包制作、汽车喷漆皆荣获第一名，将直接参加第43届全国技能竞赛，并角逐国手选拔。大庆给你竞争力，是你迈向成功的最佳选择。三民市场、大城学区、金马公园、绝版美术、世代传承、玉堂居建设、大城精湛，0473-6-3998。因为团结，我们拥有光荣时刻；因为有你的收听，就是更加困难，也有信心面对未来。爱党、关心党，请以行动支持。7月20号，踊跃投票。再次展现团结的力量。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昔日豪情，今日壮志。人生感动，更待何时？甲子传承，天长地久。相邻皇居，04-2255-7688。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5月14。根据这同事的记载，明仔在位哦，公爹加北方，何时是下晡的3点到5点哦？下节的证书，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这里热哦，真侪乡亲拢介意食西瓜来消暑。即马在新港地区的甜美林西瓜哦，讲已经开始采收啊、哦。不过受到这个雨水侪影响啊，这收成是比往年少。当然，这价钱嘛来大起哦，产地一大斤哦，就15-16元的价钱。这西瓜价钱好哦，嘛传出有其他销售要来偷搬西瓜消息。或者农民哦是赶紧就趁来采收，就惊这新瓜会全部。小热天气来一块西瓜，冰凉个消暑。新港地区普遍栽种甜美林品种的西瓜，已经有农民开始采收。早前的西瓜因为受到雨水影响，产量拢减少。今年产地价钱一大斤有15-16元，比去年较好。不过嘛，因为价钱好，引起贼仔想要偷摕。哦，那伊都那瓜啊，你那无顾，我那人会来偷办啦。今年瓜啊价钱是袂歹，真好。啊，但是吼、哦，倒咧落雨吼，啊，拢安尼收成歹，啊，拢死去较济。啊，无做穑人，若像今年瓜是真好价。偌济？即摆差不多偌济？即摆差有15-16元啦。挨着旧年安尼。旧年啊俗啦，旧年看有差有10元无？农民表示，一般拢会伫一期稻作收割了后，才会开始种西瓜。虽然愿意扎种的人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不过嘛，因为价钱好，嘛是有人愿意栽种。咱这伊这就，咱这有较早啦。啊，那普通农是这吼，一期的稻啊挂起来，啊，才落种。啊，伊这较早是用较好价啦。啊，天气的关系吼，所以种较袂起来啦。那是稻啊一期的挂起来吼，咧种拢较水啦。新港地区虽然不是西瓜的主要产地，但是农民用心照顾，克服土质等条件的限制，也是可以受到市场的喜爱。还未采收就已经有人预定，农民也将采收的西瓜装袋装篮，等待贩仔来收。大中华新闻，陈木清新港采访报道。除了咱人行路，连这动物嘛同款哦。凤尾乡一间这个农场哦，为着要替这动物来消暑降温哦，特别准备这个冰淇淋加冰块，和梨啊、加骆驼，也够土拨鼠来食冰清凉一下哦。这模样是真高级。天气这么热，这挂动物安尼去要安怎来消暑呢？这上紧上好的方法就是食冰。看卖这一乌一白真古锥的梨啊，小只抢食这冰淇淋，看起来真好食款呢。到底有清凉无？看这只梨啊，大哥哦，伊食到这规嘴拢是冰，呵呵，乃这尔古锥啊。食完点心，过来一块冰冰凉凉的大冰夹。农场主人真周到，还佫摕着水缸，亲身替这几只骆驼来泼水冲凉。阮只动物哦，如果你若讲迄土拨鼠吼，阮就用冰块、冰棍啊，吼，让伊食、让伊蒸哦，伊就有散热的效果啦。
啊，像那个驴子的话，我们是用冰淇淋，哦，用冰淇淋让它吃，它就很喜欢吃。啊，像那个骆驼的话，我们是用水柱喷它，对，好，哦，让它有消暑的，还有那个很好的解暑。连续几啊天的高温，大家拢热到冻袂调，赶紧避去这冷气房内面来降温。不过，这冻点一个户外动物是要安怎呢？澎湾这间农场哦，就专工准备这几啊支冰冰凉凉的冰淇淋甲冰角，要让这个驴啊甲骆驼来消暑。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澎湾采访报道。来看爱心的消息，国内微创医材大厂哦，益泰科技20号哦，是来捐赠一批这个宽旧骨板顶骨科用的这医疗器材，讲这总计达哦超过200万哦，将兵秀团病院哦，未来哦卖提供给弱势团体来使用。希罗保养院的义童活泼的家己营造，替这场公益捐赠的活动带来欢乐温馨的气氛。许多人拔倒骨头回去，若是用传统的钉子骨板固定的手术，可能空隙较大，复原期也长。现在益泰公司是跟工研院合资成立台维医公司，捐赠200万的骨板，何中斌秀团病院，那骨折的固定更加坚固，空隙也较小。如果没有这种钢板，你可能要在床上牵引5-6个礼拜，躺在床上吃喝拉睡全部在床上。然后呢，现在有这种钢板，只要能够开完刀，他可能在1个礼拜以内，他就准备下床走路或者是坐轮椅行动。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不同于以往的治疗的方式造成的一些对病人的好处。所以他会很早能够下得来，他以后的结果复原的结果会比原来的这种方式好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就是以往的手术，就算是一个资深的大夫做这样的一个手术，他可能会需要3个小时吧，粗估3个小时吧。但是经由这样子的一个解剖型的骨板的出现之后，这个手术时间可能足足减少了1/3以上，所以对病人在麻醉的情形之来讲，他麻醉时间缩少，然后呢他的出血量减少，所以他当然相对的连带的他后面的复原也会变得比较好。未来这骨板加将兵秀团病院共同成型，以中部地区的技术一部定六十团体作为优先的受证对象。多张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现年65岁哦，这陆港汤圭大师李炳圭哦，一流的这个技艺，予伊来得到这文化部颁发这重要传统艺术甲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的荣誉哦。马上回来。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凯擘大宽屏100枚光纤上网，超过90%区域办得到，超低价，每月只要879。再享 Super MOD， 近20000部电影戏剧随选随看，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鸿海40寸 LED 大显示器，只要8800。新闻的
现场和新闻继续来关心这个文方面的消息。咱鹿港的工艺大师李炳圭是来得到这102年度文化部重要传统艺术家文化资产保存技术的荣誉哦。因此，咱中华县政府哦，嘛专工颁予这个李大师妙餐造化的匾啊，肯定李炳圭哦对这传统工艺付出。中魁威力不挪。关世英著名神木甲莲花座一体成型，幼路的雕刻功夫，这就是工艺大师李炳圭作品。完全没，完全无接的掉啦。哦，我这不简单嘞。高台人拢咧将苏木雕工艺李炳圭老师今年得到文化部的肯定，列为重要传统艺术甲文化资产保存技术的保存者。文化资产保存者的选拔呢，全国只有7个奖项，那我们彰化呢就能够以李炳圭大师为代表啊，来获得这个难得的奖项啊，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啊！李大师他们经过五代的传承啊，有很精湛的技艺。今年已经65岁，李炳圭讲，伊的师傅就是爸爸李雄林，功夫传到伊的手头已经是第5代，伊只是伫草花顶端尽力家己的向下传承。本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行业，就本身就是很敬业的在从事这个工作了，本身还因为这个奖项的赋予，那会更努力的去传递这项工作。平时在讲就是插灰，你把那国语换成就是凿花，就统称凿花是雕刻的统称。馆长赵佩元表示，李炳圭真拍拼针对草花作品的保存修复，强调修复工作应该爱修旧如旧，尊重原作的风格甲技法，搁再加上家己的创作，这回得到文化部的肯定，一点啊嘛无意外。大家新闻中视梁中华采访报道。啊，若过来哦，带乡亲来去这文化局看展览，已经进入第15年的儿童甲青少年创作诗画哦。经过这2阶段的评比哦，得奖的80多件诗画，讲按这20号开始哦，要来巡回各乡镇来展出。蕴存着昏睡的兴奋。中华高中学生创作的诗作跨年摕下高中组的第一名。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似有若无的如幻。三三两两的闪烁星点。创作者讲，作品的发想是以台北101跨年烟火秀为主题，内容拢在表达家己的心境。去年也是101很精彩的烟火表演，虽然没办法在那个台北那边亲临现场去体验那种震撼的感觉，但是我想透过电视转播，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当时现场那种欢欣鼓舞、非常热闹的气氛。相对高中生的成熟作品，国小低年级学生的诗作就变加真趣味。手上放着饲料，脸上写着害怕，你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我缩着身子，闭上眼睛，请你轻轻的别咬到。用这种的诗作来画一幅图，用线条和色彩来传达诗的意境。我是看诗上画出来的。还可以跟叔叔介绍一下你的画吗？是小朋友骑在上面玩。然后包在他的脖子上。平信老师讲，写生画图是真素上的艺术创作，不过要画一幅图来传达诗的意境，算是真无简单。诗的作者，他的思想观念去做思考，然后呢，把那个意境呢，借线条、色彩、造型，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不容易的。分享学生的诗作和画作已经进入第15年的诗画创作比赛，除了在文化局进行修订以外，接下来也会在鹿港和北投等乡镇巡回展出。大专新闻中视梁中华采访报道。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今日6月20号哦 ，KO 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这个总交易量是79公吨，总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21.9元。咱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菜上价50，中价40，下价25。个人菜上价25，中价19.5元，下价13元。包心饼上价17，中价12元，下价6元。花鸭粿上价22元，中价14.5元，下价7元。
尾上价25，中价15.5，下价8，标价上价33，中价23，下价13，长安上价56，中价46，下价38，红日岭上价15，中价13，下价10。菜头上价30，中价22，下价10；菜头上价16.6，中价12，下价6；韭菜花上价70，中价68，下价16；苦瓜上价25，中价18，下价8。今日各地哦，拢是一个云高好天的天气形态哦。中南部山区爱风缓，午后雷阵雨。这个天台哦，立皮风台哦，北上以后，这台东甲南部地区受到这个低气压的影响哦，暗时就有可能会来落这个短暂阵雨。另外哦，这各地都是极端有高温的天气哦，乡亲爱会记得加啉水防晒，较袂来着沙。就是今日6月20号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阿杜胃酥胃损失努力肉酥的镜头对调调红心加味菇嫂丸补血调血又养血菇菇嫂嫂解心烦用血够完气调血保青春已经到心来照顾咱查某人红心加味菇嫂丸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红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得清清清顺中药红心明目丸最有效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酸背痛脚手无力顺中药脚好无副作用强筋固骨头让你脚有力哦红心大雄丸红心大雄丸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红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得清清清顺中药红心明目丸最有效来见客陪啦！上油啊啦，我袂卡咩啦！你血爱通啊啦！重油重咸，你血爱通啊！骨力加并断运动，你血爱通啊啦！清血油，通血路，顺血压，加血爱通。红星血爱通，目睭若健康，人就顺服。较早我目睭真有乌影，目睭阁擦擦咪，这红星明目丸给我顾甲好势啊好势。咱有血人目睭会酸会涩。会花会蒙雾，这红星明目丸真有效。好，你目睭实在有金，会晓经济，红星明目丸覆盖得志。哦，上啊，
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啦。嘿，唔较简单，食大香丸就好啊。咱这款年岁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你讲食啥货？红心大药丸啊！食大香丸就对啊啦。